你怕吗？你不怕。怕了吗？你怕人吗？我没很怕。我很害怕。我没害怕，我很阿怕。你刚是讲，这个材质包的狗骨头就是一个骨头，超可爱的啊！你是这样讲对吗？啊，这个材质包的骨头就是一个骨头，对啊。哇哦！这个材质包的蛋糕就是一个蛋糕，哇哦！还有嘞，这个材质包的荷叶就是一个荷叶，就是一个荷叶。人家在追你呢，追，好啊，给他追啊，反正我本来就还蛮帅的，平常应该蛮多人追的吧？没有啊，什么？你怎么会有这种错觉啊？你要不要帮忙铺一下？等一下，我现在看一下他的地狱有什么。我去他官网看。哦，好啊。看到什么要叫一下看到一些字，要不要点个灯啊？其实根本不用啊，因为不会生挂啊，干嘛点灯？走路就是会害啊，会怕啊，会怕啊。会怕，哇哇的，然后留在那边，然后一下子兴冲冲的跑过来，却发现路中间有个洞。你说我操，我不灵，我操不灵，然后就下有去了。坑啦，哪有坑？如果走一走掉下去会怎么样？我笑你。可是我全副武装那我就笑大声一点。你都什么都有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你就自己玩，自己玩就玩很高兴啊。那我干嘛很高兴？因为你刚刚没有跟我说你要我帮你做啊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有时候真的就是算了算了，我们分了没关系，算了。好啊。不是啦，好啦，别这样，我给你吃几块腐肉。谢谢你呢。你，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吃腐肉的温暖。我要来把那个刚碰到那些煤炭挖一挖。所以你碰到他了。对啊你要说，touch。抓，换你抓，换你当鬼。跟煤炭说吗？对啊。可是他不会来追我呢。就你还没讲啊，你要先讲啊。我讲什么？抓，换你当鬼。抓，换你当鬼。没有啊，他没有来追我。会记得，对，生存，生存就是要先捞盐，再拿香。好，先捞盐，捞再啊，拿香。先捞，先捞，捞。写诗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又写诗了。对啊，那到底是你啊？啊，你是维尼啊，一直写诗。维尼写诗，维尼写诗，维尼写诗，创造写诗，可能写诗，维尼写诗，维尼写诗，维尼写诗。哇哦，孙孙啊，孙孙呢？你懂不懂人家？怎么了？懂不懂人家怎样？怎么了？你知道我在哪里吗？谁过来救我啊？你在哪里？我靠！我差点摔死！我刚刚不小心走失足，你就走上来就好啦。我怎么走上来？我就失足到一个很奇怪的位置。你有看到我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走那么快？你有点良心好不好？良心被狗吃啊！被你吃了没有啊？这边又是一个洞好烦哦。激烈变白，又是一个深坑，臭豆腐。又是一个深坑，兔子好饿啊！好想吃臭豆腐。洗内，好危险哦！洗内是去死。对啊，去死吧！哇塞，哇塞，这同学你还好吗？小姐，最近压力有点大哦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其实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笑的。为什么是？不是吧？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！为什么你要杀我？不是，因为我要到那边，因为我要做的无限水是要倒在这边。哦，好，那你下次可以早点说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怎么了？
珍珠塔，棒打老猪，鸡吃狗，鸡吃狗。棒打老猪是什么？嗯。哒噔哒噔噔噔，啊！也比不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？我看到了，我的。你的，又你的，我的。我的。欸、你的空的。What？ 有人比我们早先来这里。好恐怖！是谁？谁？谁在那里？有人比我们早先来。是谁住在深海的大缝里？还留我跑！方方圆圆是都是路。还留我跑！长得很胖，又很臭。阿健，这也太伤人了吧！我眼睛里有东西，我最近眼睛好容易进东西。你眼睛好多里东西。嗯。你脑子也蛮容易进水的、啊。你看你旁边那个笑得那么开心，不好笑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朋友了哈。哎、欸，我没见呢，哦，又没见了，没见哦，声音真傻。胡萝卜攻击，哎呦，各种期待，各种腰带，各种海带，海带呀海带。海带，苏呵 ，Junior， 那是 Super 啦，我是说输了，呵，不是 Super， 我是说 Super， 只是跟大家讲啊，就买这蛮不错啊，800块，不然你就跟你妈拿一下、啊，你就说妈、啊，我在楼上随随便便都花超过2000块，你就让我买。啊、你就让我买一下嘛，这个那个 low 才花2000块，而且我 low 2000块只打得到银牌。我跟你讲，你卖块给我买一下，才刷一下才800块，我不只可以玩到出神入化，我还可以玩到版本超高哦。你就这样跟你妈讲，你妈一定听不懂。你妈说好，哎 ，please let me get， 给你塞金库啊。有人说买了不能玩，电脑不够，那你就跟你妈耐一下说，妈，我要换新电脑，那个电脑不够好。800买了一个游戏，结果不能玩，对啊，我800就有点浪费了。哎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了，床一直烧啦，玩呢、欸？床在烧，烧成灰哦，你不要把你的床烧成灰，你就回不来了。